关心现有份参与制作的儿童绘本，这日在书展举行宣传活动。阿 J 的老公杨长志和女女心心都有到场支持。阿 J 为这个系列绘本创作了儿歌，女女心心都识唱的，仲即场唱给大家听。用心聆听，慢慢尝试，我可以 I can， 我可以 I can。不要怕，只需要做足好准备，但系仍面对，勇敢踏出去。难关挑战，只需努力，有大步攀过去。作个有信心的小孩子。咁我前兩年就做過一啲嘅兒歌籌款啦，咁今年就我其實一路都好想做一啲繪本啊，咁但係就未揾到啱嘅人，咁點知師母好好喎，佢就邀請我一齊合作做呢個繪本，咁我哋一拍即合，咁然後呢個繪本裏面係講一啲自家訓練啊，即係點樣去教小朋友嘅自理能力啊，亦都俾啲父母一啲鼓勵，譬如佢哋面試應該點樣去同佢哋一齊去做先啱咧，咁係應該原來玩遊戲嘅喎，咁當中我哋有四本書咯，咁裏邊就我哋有啲兒歌就係我寫嘅，咁啊同心心一齊唱，咁所以除咗圖書咧就可以睇聽埋歌，咁就可以打入小朋友嘅心裏邊，就記得呢一啲好重要嘅道理咯。作為24孝父母嘅 J 兩公婆，早前幫女女慶生，搞咗個主題派對，一家人都扮成動漫人物，真係相當 sweet 啊！我點樣同你慶祝㗎？我搞咗一個扮佢最中意嘅角色嘅 party 啦，因為每年佢生日，除咗由一啲超人啊，到一啲嘅公仔啊，到今年又係扮咗兩個，係咪啊？你開唔開心啊？開心。中唔中意媽咪為你安排嘅節目啊？中意。驚唔驚喜啊？驚喜。有冇收到好多禮物啊？有。最中意係邊份？媽咪俾我嗰份。係啊。我就是整個他的 party 的籌備啊，所有東西啊，那些 decorations 啊，就是我了，你喜歡就好了，還有蛋糕啊，這樣。跟心心一樣是7月壽星的 J， 31號就輪到他生日了，而他的慶祝活動歌迷都有份參與的吧。因為其實本身下個禮拜才是我生日的，咁我原本諗住休息一下，其實因為開演唱會都未休息過，咁但係點知我嘅歌迷好好啊，因為佢話咁多年即係好幾年都冇搞 band 級嘅即係生日聚會，咁而家可能個限聚令可能開放多少少，咁我哋就生日就會搞幾場嘅歌迷見面會，咁就將我生日送翻俾我歌迷啦。